越健康的小孩子拉的屎越臭，而且拉的屎越粗，是吧？你都很难想象是从那么小一个肛门挤出来的，是吧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他健康，而且我说过啊，健康的人不需要擦屁股纸，是吧？而且很快来就来了，来完了嘎一夹，干净的都不留痕迹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这不行啊，粘在哪儿都是啊，贴在马桶里面都冲不掉啊，是吧？你就想想。